上八十区，杨南行驶丰德路往建德路方向直行，至事故地点与同方向由中间车道欲回转母女发生碰撞，母女伤重，经送医急救仍宣告不治，杨南经酒测值为零。详细肇事原因，警方将持续调查厘清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车应遵守交通规则，并依标线指示行驶，避免憾事发生。